最喜欢这一种感觉，就是好女友好媳妇穿搭。我就觉得这件花裙还蛮漂亮的，它这个花色很鲜，哎，只有一个色，对，它只有这个色，嗯。然后它是，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它的花色吧，它的花色是比较那一种大胆的那种色块。这个上衣它有分很多颜色，我刚刚有看到。它这个呢是有一点像是棉质的感觉，我穿的是 SML XL，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你，而且它弹性很好，说真的，它这个也是弹性很好。如果你一次买两件的话呢，就是等于一件才199，就是不到200块的意思。嗯，像这种啊，这么好搭配的这一种素 T 啊，你就是要多买几件啊。然后它还有这个黑色、可可色、花灰色、砖红色。它这个啊，它没有真的直接做背心，然后盖一点点在你的手臂，所以它其实穿起来是会有那种修饰的效果。